注意看这个，我们之前有漂过，那现在把根长出来，布丁头。那这一次看我怎么做，不漂，肤色一样显白，然后帮它做渐层渐变的染法，渐层由深到浅。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很漂亮哦。那这位美女是谁呢？先不说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哦，很正哦，哦。我们刚刚说的这位美女是谁？我们现在来猜猜看哦。一二三，大家猜到了吗？就是我，静香。耶、yeah, ，已经染好了。对呀、啊，而且好美哦，这次是奶灰色，渐层。而且做渐层哦，不用漂，直接只要直接上色就好了。没错，好好看哦。看一下这个渐层的效果，来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发根、发中、发尾的渐层很一致，很像刷染，而且不需要漂。Hey, 嗯 ，It's me。